所周知，女明星们格外关注身材问题，发胖对于她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了。近日，张惠妹参加某音乐节，一身降落伞式的黑色长裙加黑色低胸上衣，整个人像是吹了气一样饱满，也让观众们的心情有一种徐徐下降的感觉。网友们围观照片后纷纷表示，四月不减肥，五月张惠妹，你又不是唱美声的，至于这么胖吗？夏天马上就要来了，今天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发了福的女星是什么样子的，让大家引以为戒吧。当地时间2014年2月14日，小甜甜布兰妮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情人节演唱会，风骚亮相，肥硕身材惨不忍睹。事后布兰妮肥胖照疯传网络，网友们纷纷感叹，仙女变大妈，好可惜。这是一个瘦子当道的时代，而对于有些人来说，胖是一件不可阻挡的事情。女明星们概莫能外，而范冰冰即便是胖也很有风采，从刚出道时的骨感美到现在的圆润美，她的变化是多少少女梦寐以求的呀。再看看同样因为《还珠格格》大火的赵薇，在她身上岁月却是把杀猪刀。对此赵薇表示，因为当导演压力太大才发胖的。因为怀上王诗龄而发胖的李湘的确是名不虚传的甜妹子，一笑就是盈盈两个酒窝，虽然长胖了好多，但五官标致，胖点也是美人。破产姐妹中 Max 的走红解释了激素对于人类喜好的影响，姑娘们也值得庆幸，胖点没关系，至少有一些地方会更大吧。夏天就要来了，到底是圆润美还是骨感美，就看观众朋友们最后一个月的饭量了哟。优酷全娱乐蘑菇蟹整理报道。Yeah.